夜已深，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？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？你若不肯说，我就不问。我觉得你好像给贾玲抢了风头，贾玲就跟之前也没多大的不一样在里面，差不多。刚才表现呢，我觉得对贾玲有期望，但是没让我特别的吃惊。然后我觉得孟举变化比较大，因为作为一个国表演员来讲，能够松下来，而且情感的连贯线条从头到尾贯穿都比较没有断。这是一段表现爱情的双人舞，然后一开始我本来想说反正我也找不着男朋友，然后那个李梦觉得挺帅的，看看是不是可以，结果后来发现人家压根心思就不在你身上，然后到最后他抛弃我，我就抱他，然后砰一下他把我挣开，我发现行，李梦觉这下对了，特别真实，就发自肺腑的想挣脱我呀，那种感觉。